林文谦心满力轻，为报国家报仇我不怕，我帮去阿哪个？小宝孙清，小我孙清，如今镇守，乃是东吴所在，爹亲乃是孙坚。上有大哥循环，也跟我小妹孙上香。论我爹亲，乃是十八诸侯再来。如今俺孙清镇守东吴之地，哎呀可恨呐！啊呐！乃是你做老奸的，太过不应该，上计天助。下去十八诸侯，如今你的民心混乱，近来水牙所在，曹兵烟枪，计时完毕，在此伺候。走，已经够一行吗？是的。通报，就如小弟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这是事情不妙，几乎今年死在王龙虎车手下。表亲死，大家，大哥。
弟，这是几乎得得得了金丝玉印，王龙夫妻不改，多可所成相，为夺金丝玉印，害死几乎性命。王龙丁三哥，夫妻不改，害死我家老爹亲。叫我收掉，去怕死，你的身为来了死啊！一代出兵啊，将你打死，将你变马。可是咱娘嫂也报告说，倒不如我先想一计，这是红红台所在，叫公叫公哦。伊娘嫂甚多，倒不如先先往红红台，要了娘嫂一做打算啊。是哦，一把了。既然娘嫂无够，先往进红红山。就好留守在公大三姑山大林了，这边带队兵马前往红红山